ねえねえ、それ。前方预知。我打。OK， 好，现在不知，那你被咬了是吧？暴风雨之中，哎、你知道被咬怎么回事啊？哎呀 ！Oh my god！ 快摸摸哥哥，摸摸哥哥的头，他哭了。啊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你终于被咬了，你天天咬咬弟弟，痛不痛啊？痛不痛啊？脏的、哎！我看咬哪里了？被弟弟咬到哪里了？哥哥，你手举起来一下，手举起来我看看。哎呀，这里啊，痛不痛啊？哎呀，整个。你有来咬你是吧？哎呀，那你不能咬弟弟了是吧？今后。看看弟弟在干什么？你看，哎呀，弟弟在干什么呀？不要！摸一下，嗯。好，休息。哎，我打。我的先生，我的先生，去洗澡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呀？要。不要。洗澡。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洗澡闹，那你吃饭呢？不要。也不要吃饭啊？起立。你要看电视啊？嗯。闹点。哦哦。要不要吃饭啊？不要。